我是真名叫做耿新瑞，但是我有两个名字，一个就电影界的叫马玉成。我入行的时候呢就1957年，就14岁做到现在78，就叫到64年了。新光开张呢，我就第二日就有去。嗰陣時咧就話羅敬郎啦，同埋任建輝嗰班啦，又去幫襯飛鴨我啊嘛。任建輝，我同佢捲過頭啦。關德興咧就唔係演唔係發，演唔係眉，吹完頭啦，佢就毛巾企抹下咁咯。咁佢俾一豆鏈出屎，嗰陣時好開心噶。明遠遊樂場咧我都有去過，不過咧就冇玩啊。嗰陣時唔非常捨得啦，係嘛？去玩咧都係去啲免費地方。哦，夜總會又多啦，東方啦、雅蘭啦，哎呀好多啊！我去揾師傅啊，因為以前叫蛇王啊嘛，走去坐下。咁我哋做學師啊，要揾佢翻嚟做工啊，唔係俾錢佢啊。而家不過咧，比以前咧已經變曬啦。娛樂或者其他嗰啲消費啊，嗰啲咧都減少咗啦。而家我哋呢一輩咧，得閒約啲朋友，喂玩翻幾圈啦，或者啊去酒樓一走啊掟兩台啦，大家開心，最好啦。我的名字叫做陳德仁，咁就喺北角電廠度做嘢嘅。嗰時都好細個嗰時，啱啱攞咗身份證，我阿爸咧就介紹我入去電廠度做嘢啦。講得咧就唔係淨係賣電嘅，咁啊仲賣埋電器嘅。嗰間公司咧就叫豐澤電器，喺1975年嗰陣時開嘅。嗰陣時咧個電廠咧就喺柏雷山嗰度嘅，就叫 Fortress。咁啊豐澤電器就用咗個名啦，就係叫 Fortress 啦。嗰時有北角嘅一個電廠喺度嘅，就1919年到啦，大約都有成8年噶啦。北角電廠咧喺1978年到啦就停止營運啦。未人入去做嘢之前已經入過去玩噶啦，都咁啊行下個電廠嘅海邊啊，咁啊可以靜雞雞或者釣下魚咁咯。當年嘅電廠啊，依家個位置變咗咧，就係城市花園啦。附近啊起咗好多高樓大廈啦，人口又多咗啦。咁啊，嗰個海岸線啊拉直咗啦，就冇得釣魚啦嗰度。攞不攞我都會經過電廠個位置啊，想翻起以前嗰啲嘢。不過呢個地方陪住我成長啦、生活啦，依家回憶永遠啦都係唔會變噶啦。我咧係 Joseph 鐘鐘秀南，成段喺北角廠嗰段時間咧，就我已經搬咗去柏雷山嗰個廣燈個宿舍啦。見到個對面嗰度就係廠房啦，嗰個位咧應該係 A 廠。B 廠咧就係近住呢個電器道嘅投注站嗰個位置。再過去那邊的城市花園嗰個範圍咁上下，C 廠咧係而家嘅位置應該是在電器道的市政大樓，跟住再入啲咧就是電燈中心啦。电厂虽然系而家已经系冇咗啦，但系咧今时今日咧，亦都可以喺某啲地方揾到佢啲留落嚟啲痕迹嘅，电器道啦、电厂街啦、同埋大强街啦，呢几条街名咧都因为电厂而命名嘅。讲起强咧，其实北角发电厂都系几强嘅，最震撼咧就系2000抗日。电厂工程师同老兵组成志愿军驻守电厂，同日军对战，这个就是纪念当年抗日职员的纪念碑了。
北角區咧，俾我帶協咗好多開心同埋娛樂嘅嘢，但係回憶咧就冇其他嘢可以代替佢啦。呢個地方所發生過嘅每一幕歷史故事，令到呢個地方變得更加可貴重要，更加叫人留戀。呢個地方咧一直啊陪住我成長啦，同埋我嘅生活啦喺度。即使呢度咧日後咧點樣變都好啦，呢一個地方咧帶俾我嘅感情咧，永遠都唔會變噶啦。